我想要把这张相片放在阿玲边啊。你甲柠檬拢是阿玲上吊的啦，有这张相片怪伊，你一定就怀疑。耀哥，你敢会怪我做错，卖予恁爸仔介绍你？你是为着柠檬的形象吗？ 我袂当可能怪你，但真正要怪，都怪阮爸仔囝无缘。我顶多也感谢你，感谢你这十外年来对你们负责甲照顾。你莫安尼讲，这拢是我应该做的。这十几年来，你们给我的安慰甲陪伴足济。 阿玲，是嘞，请原谅我，我都跟咱查某囝相认，但无你放心。 我一定好甲照顾，疼惜。孙阿哥，你咪囡仔，毋是已经无去啊？孙阿是要安怎甲伊相认？阿玲，请你原谅我的同事，我无办法互柠檬知影伊的心事。伊若是知影，伊是你甲耀哥的查某囝，一定无法度接受。 秀敏，你是莫讲话。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柠檬，那是阿玲。 这明明就是阿玲，哪会是柠檬啦？唔对，这嘛敢那是柠檬？秀敏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先回答我，柠檬真正是你跟阿玲的查某囝？唔是，柠檬是我的查某囝。我想要听谁人讲？柠檬是我跟阿玲的查某囝。 安怎？免你管。我知影你即摆真生气，也毋过，干嘛要听我解释？我是替柠檬的头上去验，才知影伊是我亲生查某囝。谁让你知影以后无随甲我讲？你是毋是认为我无做，加知影即件代志？
我有跟你讲，是惊你学袂熟。就是惊我会讨厌柠檬，我对恁两个人小人心。恁对我来讲，我是真重要的人。我想要找到一个袂去伤害到恁两个人的方式来处理。我骂我就是你的方式。今天若不是我发现，你是不是打算要我骂我一世人？还是你惊我逼你伫个我甲柠檬做选择？敢讲伫个你的心肝内，我就是一个这么无度量、无讲道理的人。会因为这件代志，甲你冤、甲你乱、甲你计较心？我无安尼想。不过我看到的就是安尼啊。你首先，你敢真正遐尼无了解我？咱是翁阿婆，是上亲的人。想到经过遐尼侪代志以后，你对我是一点点啊信任都无。是的，这件代志是我无处理好，是我唔对。这件唔是一句实的，对当都做无代志啊。你给我一个人先冷静一下。Oh, wow.